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今天呢，我给你们宣布一样东西。哇，讲到这个东西，感觉自己很有风啊！我们三条马辣楼诶，决定在明年新年要做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也就是做一首心灵歌，耶！出心灵歌啊！不过讲到心灵歌这个东西啊，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就有讲，像是要做啊，只不过不懂是周末啦，讲一讲一下，然后又没有做啊。不过不用紧，这一次呢，我们已经确定了，明年我们会出一首新年单曲。至于为什么上一个礼拜没有影片，原因也就是这样啊。没办法啊，这三个里面只有我会音乐啊，然后在电话里面做了一些旋律，听讲是一手包办，自己一个人完成，自己一个人做了，多么厉害又长得帅啊！不过呢，我用这个电话的 app 做这个旋律、这个曲风出来，我觉得它在乐器声音有一点生硬，所以我们明天就要去一间公司，听讲它有编曲还是录音什么东西之类的啊，我们要过去询问一下状况，看有没有整首歌重新包装过啊，那个声音会比较好听一点啊。所以接下来 vlog 呢，我就给你们看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脚印的做出这个成品出来的。别人那是先有成品，后面才看花絮的，我不一样，我让你们边看花絮边期待，直到我们发布我们的新年歌成品出来。好嘞，现在又没到这三条友啊。喂，他妈人家讲话那边拍片那边讲有讲没有，不会安静啊没？安静啊，给他丢出去。不要。现在呢，我们还是一样回到我们的日常，我们去拍 Yugi 的 content。然后呢，哎，这一首歌的第一步，我们就要去问看那一个关于那个大师。大师姐呢？算是大师级，差不多几岁？二十多岁女孩子，女孩子呢？妈，一讲到你个鸡喊上课，女孩子呢？女孩子呢？女孩子呢？妈的，那你重要没？这是歌，懂吗？女孩子啊，不是女孩子啊，不是。切哥，杨，你对我们这次的作品，花样酥皮蛋挞，超！我问你，对我们这作品有没有期待？你给我蛋挞。期待了，三个人第一次就。哦，第一真是第一次哎，我们开始要认真了。特别是看我们只会做那种傻里傻气的东西，我们也是有认真的时候。呀，去把 UK content， 然后后面就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一起讨论的过程啊。content 拍完了过后呢，我们就来了这间要问关于录音的地方。Yes， 有点紧张啊，我们三个混了这么久，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，这是第一次。来，我来参观，看一下录音是怎样的先啊。单独人的感觉，一人的感觉啊，进来这种 studio。我们过来，你这是他也是。对，我们来这里要认真一点。我在开，他做好了，因为他这个七一年多的，我到房间里开的，可以可以。他的乐器我听啊，真的很舒服，不像我电话做的那样。不老的 ，OK 吧？赞哦，可以哦，那叮咚连播是这样。哎，不是，那老板讲这个是哥哥，我那个 F 是弟弟，这样讲还是有差别的。要多久啊？如果要做的话，因为新年也是要到了。对哦，对哦。你们现在都是一点，我跟你说，而且今天新年早哎。哇，这个我们最大有了，就是灵感。我真的要进快了。来，我看一下我们即将会表演的地方。哦，哇，我真的很有那种感觉。没有，他可以修音不是？可以修音的。不要全靠修音，要靠你自己的实力。就是说啊，好像有人唱的比劲不是很好的，不给我调。就是音色我们不能改，你改的时候变成像人家感觉谁唱呢？也是多少，只能修音，音色修不到多少。白呀了，要人家修，要人家改。哇，
还在看歌词啊，临时抱佛脚。哎，真的不懂会不会顺利啊？今天 ，Hello，Hello， 今天是我们录音的第一天，怎样紧张吗？紧张到睡不着。没有啦，其实还好，还好，这么紧张。因为第一次我们做这样大的酒嘛，我觉得比起紧张啊，我更多是兴奋。兴奋啊！兴奋就期待。哦、终于啊，终于可以出我们的第一首单曲。这一首歌我们三个也花了很多心思去做啦。没有了，他花了我们是我们都有了，都有了。我没有花心思，都是你都在做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排写排写，虽然是讲词曲作，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啊。哎，还是要讲。这条有认真到啊，一边去那个地方，一边要练下歌词，要自己努力。哎，不过安全第一啊，还是。因为我是临时抱佛脚，还没有念呢。好了。那喂，不过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下啦，看一下谁会不会跑音啊，还是有没有走音这些东西之类的啦。前面我忘记跟你们讲说，我们来的就是这间 A9 yeah， 我们来这边来找他包办我们的新年歌曲。这间呢其实也是个音乐学院来的，他这里可以学鼓，可以学钢琴啊、吉他啊、贝斯那些，总之是音乐学院。我会把的连接放在前面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先，小杨呢又还没有来，所以要等一下哈。现在我们给他们住一间房来练习一下，我们要先唱。这位就是我们的 Wilson 老师，哎，我们的今天歌就交给他，等一下就给你们看我们认真的样子。给你们看这条有架练歌不要那个，你看够。哇，这么一来就练到很像印度歌这样哎！哇，来啊，那是收录音哦。所以现在是借进去录音还是？哇，我脚一阵子。有信心吗？有啊。可以唱对吗？肯定对啊。来看谁 NG 啊 ？OK， 你呢？觉得你可以唱对吗？我觉得可以调音嘛，调到音嘛。如果我唱太高了，他一唱不对。全靠录音的发力。你看个傻子，你看。唱。听得到哎、欸，听到，你有歌词哎、欸，不专业嘞，要可以认真一点嘛。我老，等一下林董要去唱了，等一下 ，OK， 怎样耳机有声音吗？听到我讲话吗？有 ，OK， 听到我讲话，我很紧张啊现在，紧张。先到小杨录啊。这是比较短，所以可以听看啊，清唱的声音。OK。We can do 快乐的事。你觉得？哇，哎，底下我可能会跟你一样。辛苦啊。可以休息啊。辛苦啊。到这个啥了？有气加油，有气，不要紧张。哎，他是没给老师骂过我。哎呦，你前面可以嘞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前面可以啊。哇，录音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会唱经济不会唱，这真的秋啊！有事想到我傻掉哎 ！Yuki， you're the best。我这。Yeah! 真的辛苦
啊，我们也都要辛苦我们的六胜老师，哇，他帮我们录音，所以你们要录音哎，要做歌也可以来找他，真的，他帮我们弄得一干二净，就连 Yuki 那个音怎么跟你一样，还是可以跟你做到美美的。不过我们就等他帮我们录更好听了啊，所以就要交给我们的乐圣师傅啊。耶、yeah, ，看到吗 ？OK，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会拍我们的花絮给你 ，OK。然后这里录歌了，既然我给他这 A night 啊，他们这里出了可以录音做个职了呀。每次有个爵乐器啊，要学唱歌还是什么、打鼓啊、钢琴啊这种音乐系啊，来先播像我这样可以的啊。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他们，然后要来上话，乐圣老师。OK，Thank、okay, you， 拜拜。